香港西九龙，请不要忘记您的行李。香港西九龙，请不要忘记您的行李。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深圳北车站，请您整理好行李物品，做好下车准备。请您整理好自己携带的行李物品，抓紧时间到 A18 A19 号口 B18。 本车累了吗？我给你唱首歌吧。光了我的祖国，一个也不能分割。由深圳北开往长沙南道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着一首赞歌。你是大海永不。
藏进我心中的歌。祖国万岁！谢谢，司机，感觉内心很激动。这么多的群众朋友，无论是老的、年轻的，啊，无论他是做什么职业的，他们都围着我们一起唱，我就非常非常感觉一定不同。在新的一年有没有对家人的祝福？希望家人身体健康，祖国越来越强大，然后生活能越来越好。祝我们的国家呢，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昌盛吧！祝福全国人民新年快乐！